东来金佛山滑雪泡温泉是当地市民跨年迎新的新时尚。金佛山位于重庆南川，是世界自然遗产地。冬至后，这里瑞雪降临，玉树琼枝，变成了南国雪原。今年跨年，金佛山还在药池坝打造了冰雪主题乐园，胖胖的雪人，冰雪飞屋，风车屋，让人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奇妙的冰雪世界。作为重庆人，能看到这么大的雪是非常难得的。激情一顿熬，全民上冰雪。我希望我明年的滑雪技术能越来越好。今天我在金佛山上滑雪赏雪，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，准备发一个与众不同的朋友圈。我要在冰天雪地里迎接新年的到来。马上就要到我们2022年的一个新年，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朋友啊，一起来到我们金佛山来一起滑雪。金佛山上有滑雪场，下有天然温泉，滑完雪还可以到山下的天星小镇走一走，泡一泡天然富士温泉，舒缓疲劳，驱寒养生。天星小镇吸引人的还有美食，南川特色方竹笋、耀阳汤锅，驱散冬日的寒冷，还有非遗美味、丰盛的牛头宴，美食美景给游客们留下了美好的跨年记忆。